看这饼多好，头当时没得包。啊，告诉你咋整啊？你瞅的这么的、嗯、啊？不着笑了你。你瞅咋进肚子去了？看我这点香种的不起来，多好出的，还没虾呢。香粉、辣椒又水，香辣又水。给它见见，太密了，瞅瞅能长大了。见完了可大了，搁点盐腌一下子，胡椒粉，料酒，酱油，老抽，土豆淀粉，食用油，热锅凉油，肉丝滑一下子，葱姜蒜干辣椒丝，滑好的肉丝，酱油，盐，鸡精，辣椒丝，油泼辣子，香菜，好了，出锅。烫冷的鸡饼，开锅就熟，十分钟左右。好了，出锅。看这饼多好，头当时没得包。麻辣不辣？辣。全吃辣劲儿的，吃的这饼就得是个没比的了。那赶上了，全是虾肉丝儿，这饼真好。老舅妈也承认吃这鸡饼了，走出拿不少啥。嗯呢，把这亲戚一般都给到了，亲戚也是多的，都吃这饼。好吃啊，我告诉你咋整啊，你瞅的这么的、嗯、啊，给我找笑了你。
没瞅咋进肚子去了。